正是他，这般妖物鬼状异形，我得带回馆内好生琢磨一番。小居士，你我相识异常也是难得，不如再帮我一回，将猴头留下，我好与师父交差。 正好，正好，由你来做蜕变飞升的头份血石，再好不过。 这些凡夫俗子，不自量力，此番下场，都是咎由自取。你不一样，这天地间的毒物，轻易要不了你的性命。这东西好生收着，善加运用。 妙处无穷，快去救他吧！困在那里，想一生不如死。从小看他长大，我下不去手。
既然败了，何苦回来？ 人，小心！我有大仇未报，何不放我离去？ 我给你。